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辣椒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糖糖姐姐。看看我们今天带来的好玩的玩具叫什么名字呢？哇，大鲨鱼！这块有一个大鲨鱼。今天我们就要从这个大鲨鱼口中夺食物。看看我们今天还来了两位好朋友呢，那就是爆笑虫子里面的阿黄。爆笑虫子里面的阿红，那我们就一起来把这个打开吧。好了，我们已经把这些东西全给拿出来了。看看，这个是一条大鲨鱼，我们就要从它的嘴里面来夺这些小东西。夺什么呀？小鱼、小虾。那我们当然会有钓鱼的工具啦。鱼钩，然后呢，我们还需要把这个眼睛贴一下。糖糖姐姐来贴这个骰子，我来贴眼睛。好的。小贴纸掉了，把它捡起来。把它捡起来，看看鲨鱼的一个眼睛已经回到它的眼眶里了。这个呢是不需要电池的，我们首先要把它摁下去，然后把这个打开。哎呀，糖糖姐的骰子也贴好了，把你摁下去。摁下去之后，给小鱼找找家吧，往里放就行。哎，还有一个螃蟹，螃蟹，大螃蟹，这回才出来。这个好像没有没叉的地方，哎，这个有一个，还有地方，还有地方，没了。那我们就一会儿再把他们俩送回家吧。他俩已经没有家了。那我们石头剪子布吧。石头剪子布。石头剪子布，石头剪子布，我赢啦！那你开始吧。摇摇骰子。这个只有一面是两条鱼的，看看你能摇到几条鱼。一条鱼。我们拿起钩，钓一条什么呢？大鲨鱼，你会不会咬它呢？我要钓一条鱼。帮助你！哇，小鱼咬得好紧呐、好啦，我已经拿出来一个啦。现在轮到糖糖姐姐了。糖糖姐姐会咬到几条鱼呢？当当当当，也是一条鱼。我要钓一条黄色的小鱼。小鱼，小鱼，快出来！哎呦，快出来快出来，摇摇，要把它拿出来。哇，我的小鱼掉出来了，可是它掉在地上了，我把它放好。小辣椒，刚才呀还有两条小鱼没找到家呢，我们把它们俩送回去吧。好啊，我来把它送到这里。好，那我们两条，这回肯定是两条鱼。一条，我要钓螃蟹，大螃蟹，好啦，钓出来了，轮到糖糖姐姐了，看看，两条，我要钓两条小鱼，哇，一条，还是一条小鱼，看一看，大鲨鱼会不会咬我呢？小心点哟，来钓鱼喽，大虾，我要钓这个。哇，没被咬到，又没咬到我。可是我想让大鲨鱼咬我一下呢。我要试一
一条。小心点，大鲨鱼快咬它！呀呀！哦，又没咬到。又没有咬到，我要两条鱼呢，为什么咬不到两条鱼呀、啊？一条，还是一条小鱼，这个要小心点，可能。对呀、啊，鱼越来越少了，大鲨鱼要咬我了呢！啊，掉出来了，还是为什么你不咬人呢？小辣椒，你该我了。啊，一条鱼。大鲨鱼会咬到你吗？呀呀呀！我们的小钩子都给咬坏了呢。小鱼，小鱼，你可真有力气。嗯。把它安回来。好有力气的小鱼，哇，用手指去钓鱼了。嗯，我就这样抓鱼吧。几条小鱼？一条。糖糖姐姐用鱼钩钓鱼，小辣椒用手捕鱼。哇，这只大鱼，哇，好有力气，好有力气！哇，小辣椒，我们的鱼越剩越少了。好了。哦，它为什么就是不咬人呢？为什么呢？啊，钓这只红色的鱼。哦，它为什么不咬人？哎，哇！看看，啊，还是一条鱼。看看，看看，就是不咬人了。来试一试啊！哎，一条鱼。阿红，你说我要钓哪一条鱼呢？嗯，黄色的。你说黄色的，大鲨鱼会咬我，那我就钓黄色的。大鲨鱼，大鲨鱼，快来咬我呀！但大鲨鱼还是没有咬我。嗯，最后一条了，难道是它？这一次，糖糖姐姐要用手了。咦、啊？咦、嗯？大鲨鱼，大鲨鱼，你为什么不咬我们呢？